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男子五千米项目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颁奖嘉宾入场。辽宁的任广月，教练员是王和林。获得银牌的是来自云南的宗庆华，教练员是高金海。获得金牌的是来自西藏拉萨城头的多布杰，教练员是格桑次仁。有请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西藏自治区代表团副团长、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次仁先生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颁发奖牌。谢谢局长啊，大家来来，来跑步，跑步，哎呀，太棒了，客气啊。有请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田径项目竞赛委员会执行主任、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于洪辰先生为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赠送吉祥物。那就再厉害，好，谢谢，不错啊，谢谢。谢谢主任，不错啊。还得明天还有亚运会呢啊！谢谢局长，还得加油。好，谢谢，师傅啊，谢谢。刘不杰，哎，双料冠军啊，可以了。但是跟全国纪录还差将近20秒，是的，13分25。对，请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好，以后成绩就来。好的，好的，谢谢。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各位观众，中华人民共和国。